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 欢迎回来我的方舟生存进化。那今天呢，老头呢，在这个世界里面、又添加了一个小模组哦。那这个模组叫做 Zodiac 哦，那个翻译原文的话，中文我是看翻译啦哦，那个 Google 上面写叫做生肖，但是呢，我怎么看这个模组跟生肖一点关联都没有，我觉得非常的奇怪。反正不管了。这个模组呢，老头为什么会装进来呢？只是因为觉得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玩了。那这个模组感觉好像可以稍微玩一下，所以说老头就把它加进来了。那这个模组只是多了三只飞龙，两只狼，然后呢，外形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种飞龙拿来做改造的那种感觉，今天这次出去。我们要把这五只恐龙都找到手之外呢，我们顺便看一下我们这个，我们顺便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恐惧模组啊，到底有没有新增新的东西，顺便也再观望一下，好不好？我们今天的目的呢，就是准备要出去哦，一样跟之前一样，没有什么太大改变啊、我们的蓝鹰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其他人全部都待在家里吧，我们的恐龙越来越多了。然后没有意外的话，老头呢有考虑说到时候把这个恐惧模组给拔下来啦因为老头找到另外一个跟那个普利亚模组有点像啊，有一点像类似的这种模组啊，老头有找到，有打算要把它装进来我们再重玩一遍这样子，再考虑，不然的话就是把普利亚模组拔掉换上那个长得像普利亚模组的那个模组，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总而言之呢，反正就是有一个新的东西就对了，好吧？那么废话不多说哈，老头刚刚其实在山上就已经看到其中一只了。那么呢，他们这五只呢，全部驯服的方式应该是麻醉没有错啦。那麻醉之外呢，还要再配上他们这个饲料，专属饲料哦。这个专属饲料呢，老头是有去看一下，所要制作的材料其实不难，大概就是水晶100个，能量碎片10个，菊石粘液5个，黑珍珠25个。菊石粘液要怎么获得呢？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办法，好不好？好吧，走了，我们出发了。今天的方舟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希望呢之后呢那个11月的 DLC 呢可以让我就是长期做个连载，我也希望能够长期做个连载啊。哇哦，我才刚说而已，前面就一只下面怎么为什么会有机械龙啊？等等，为什么会有机械龙 ？Oh my god， 怎么那么多机械？这么低机械剑龙？这只就是我们所说那一只新的飞龙是不是？我会不会射到我们家的鸟儿？完了，有点危险。来，一发入魂，它掉下去了。好，这就是我们装的飞龙模组其中一只的样子吧？出现几率好高哦！我的天啊，随便来随便有哎、欸，这只是闪电属性的飞龙。可是它为什么是紫色的啊？随便啊。好，我们把我们的饲料丢进去。来一个。尺码有了，这个应该是不需要安的吧？哇哇哇哇哇哇哇！自不量力的家伙啊！哎，蓝鹰，你等我哈，我们来看一下这只飞龙的能力是什么。紫色飞龙，不错看。负重了，可是这个模组做的感觉有点一百亿眼的呢。我血只有658啊，也对啦，这个就。没有过度改造吧，对不对？可以理解啦，因为原本的方舟本来就没有这么夸张啊。我觉得我被这种模组玩到惯了，你知道吗？拍翅膀的声音没有很大声，还可以接受。可是这只模组，这个飞龙的模组做的很奇怪，我怎么感觉它永远都是直线？我觉得它有点生硬欸，是我错觉吗？右键，它在吐口水啊，嘿嘿嘿。吐口水，吐口水水，127，127，再来吐一下口水，啊，好臭、被臭死了。吸键是什么？吸键没有功能，它就只有右键有能力而已，而且它这个是紫色的火焰。我怎么觉得这个飞龙的视角也是怪怪的啊？我觉得它好像是大型飞龙，把它缩小，但是它没有把这个视野距离稍微做个调整啊。
懂我意思吗？而且它飞的感觉非常的生硬。哇塞，该不会其他的飞龙也是长这副德性吧 ？Oh my god！ 啊，你们是不是都长这个样子？哦，不过还蛮小只的，你看，这种感觉有点像是就是我们以前早期的那种高级飞龙的那种概念。好，带回家不管了，我们还有其他要找欸。好，我们在找之前，好不好？我们去看一下刚刚那个机械剑龙，你看泰克剑龙 ，What the hell？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这是哪个模组出现的、啊？野生的，带回家。呵呵，哇、wow, 哦 ，Amazing！Oh my god！ 我要死了！来人啊，救我 ！Holy shit！ Good， good， 那、啊、不就好家在？被围殴欸，吃吗？他吃果实，完了，我们没有果实了，我们还有没有果实？给开司一罐啤酒，快点！哦，我再挖，我给他一点点好了，来，通通都给你。果实在哪里？绝对难不倒你！我找到了，原来这里这么多，我还挖那么辛苦干嘛？泰克剑龙，这个要不要安啊？不知道欸，本来快起来了。然后这附近还有一只迅猛龙，远远就可以把它弄死了，我超强！完了，子弹快没了，挖起来了。这居然要按欸 ，TEK， 我们来看一下，哇，还真的有哦。这些是属于哪里的、啊？这都是炎龙的欸，没有他的安啊，大哥，霸王龙，对啊，没有他的安欸，你现在在跟我整笑欸吗？你们跟我讲说他是要一般的安，可是这可能只是外观而已吧，没有办法骑上去呢，有点可惜。我也不可能现在做剑龙的安啊，剑龙的安，对啊，我们差纤维哦，啊，好吧，妥协一下，我们来妥协一下好了。欸、不是啊。剑龙，我直接打纤维干嘛？试试看嘛，好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可以吧？来，让我看一下，你这葫芦，你到底装什么药？在哪里？这里不是靠背啊？哎、欸，居然，所以说这个就只是。挂着皮而已啊，这单纯就只是挂个皮而已，重点是还负重，有没有这么夸张？啊，这个泰克剑龙只是挂着皮而已，真正有什么实力呢？并没有，帅气。啊，可以帮你采果实呢。好啦，带回家，小废物，再见。不要再跟来了，因为我睡了，别跟我了，我要睡觉。好，你继续。继续找另外两只啊，其实应该不难找吧，随便随处可见。刚刚莫名其妙遇到一只，然后呢，老头之前在山上遇到一只是白色的，这只啊，这只我们有了，把咬死嫩，小废物。好，我们去前面那个白山好了，白山应该很多。我们看一下多了些什么哦，这只火凤凰，火凤凰是多的吗？不管了。其实我也不太想要抓火凤凰，我对火凤凰没有什么极大的兴趣。然后我们去找飞龙。这边我已经看到另外一只了。这边有高级的炎龙，哎，我想抓。上次错失良机，这次绝对不能再错失了。啊，各位，上次错失良机啊，这一般的炎龙弄死他了。虽然颜色我喜欢啦，但是。能力值上有差 啊那只咧啊，为什么我每次要抓都不见啊？我在下面移动速度超快的，走开。然后那边这边有一只超大只的高级嘟嘟飞龙，那只是没办法抓哦，那只没办法抓，我们就放弃了好不好？
我也不太想跟他战啦，其实讲真的，看得到看得到就可看，但是不可玩啊、哦。我们放弃他吧，我们来抓这一只啊，这一只我想要啊，让给我吧。刚好这边也有一只啊、哦，一箭双雕，两只我都要了，来。咱们先，他被晕眩，居然是站着，这也太好笑了吧！果然这个模组做的并不是非常的完整啊，直接站在那边干什么？是没看过站着晕眩的人吗？你没看过七武海里面的白胡子吗？他就是这样子晕的啊！好吧，东西去哪里了 ？Oh my gosh， 真的是够了，受够了、哦。哇，那边有一只阿法贝尔哎！啊，我们的炎龙先让它躺那里。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这一只啊，它的那个嘞饲料在哪里？有，给你五个，起来了。然后这只的话，我看它这只怎么处理哦。处理一下这一只，吼，趴的真的多舒服啊！你看看，大腿肉你还比较快嘞，会浪费彼此时间。需要安，非常好。我们先把它带回家吧，好不好？哥先把它带回家先。谁啦？什么声音？什么东西？哇塞！哇塞！这一只在那边撸我，这一只。哦，有点卡。罪魁祸首啊！阿法的毒蜥。哎、欸，我的长矛嘞！去死吧！别那边闹，走开，滚越远越好。那我现在想办法先喂一下。天啊 ！OK。哎呦，不要跟来啊，错几条。你已经很恐怖了，你知道吗？来，你先回家哈，晚点再弄你啊。回家先你，啾，消失了。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只火焰的，我觉得应该大同小异。对，改个样子、颜色，哦，火焰没了，大概就这样子吧。而且飞还飞得很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可以飞这么慢呢？因为它负重了，我知道。帮它点一下，我身上带很多东西。我真觉得啊，别只是不是也是比照伴侣啊？不对，就这只飞最慢，这只在干嘛？逛街啊、喔！我已经吐槽不能了，你知道吗？而且还重点是还喷不到，你是在喷什么？放烟火，而且这个配色真是有够丑的，吐槽不能。我有点想要直接在这里把你给杀了，你知道吗？算了，看在见面三分情的份上。把你留下来啊！受不了，有点后悔装这个模组啊！啊，你们会不会后悔我装这个模组啊？哇，这下面有一只颜色还蛮漂亮的、欸，冰属性的。我记得我们有三属性的不是吗？可是我记得那只颜色没有像它这么鲜艳啊，还是我的错觉啊？哇哦，原始的阿根廷巨鹰。那个不能抓，各位不要想太多了。这样，我感到不安，但是我还可以自由自在的飞。什么情形？是这一只吗？不是啊，这是另外一只 fire， 还有一只雷电的嘞，是不是这一只啊？但好像是这一只哎、欸，我可以不要抓它了吗？我觉得都长一样哎、欸，不对，这是一般喷火龙。去死吧你！他那只到底在哪里啊？哦，死给死给死给啊！这个嘞，哦，这毒鼠是另外一只啊！不要毒我，这只我就不抓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只毒飞龙，这只毒飞龙害我想起以前玩起源的时候的那只飞龙啊！我靠，这边也太多了吧！等一下，为什么有一只特别大只？它、啊、这个还有分体型大中小哦 ！Oh my god！
哎、欸，我卡住，怎么回事？那我分大中小的啊、哦。好，三只都遇到了，可是我不想抓最后一只了，因为都太废了。接下来我们剩下羊，哎、欸，不是羊，剩下狼。可是那狼要在哪里遇到呢？其实我不是很懂啊。通常在这种山上看这么多的雪狼，有可能会在这里出没。啊，我是想说，如果再找不到，啊，哥就要用指引了。然后我说的月月呢？啊，算了，时间有限啊，我们用仅剩的时间啊，快点把我们的最后两只月月召唤出来吧。好，我们到一个安全的平台来看一下，希望我不要一出来就被咬死。应该是不至于一出来就被咬死啦，我是这么认为啦。啊，这里看起来挺安全的，除了迅猛龙之外，把他们赶走。哎、欸，嘟嘟霸王龙在下面哎、欸，可爱的嘟嘟霸王龙，这还有想到以前在养嘟嘟霸王龙的时候，让它瞬间长大的辛苦啊，挺怀念的。好吧，就决定是这个地方了。应该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吧？来吧，这就是我们的月月第一只啊，看一下第一只。哦，有哦。可是我觉得应该不会躲好，不会好到哪去。嫩，哇，这个毛发，哇，它起黑烟呢。这个是被炸弹炸过的这个的颜色吗？那一个炸就变这个样子了。哦，哎，它的吸剑可以干嘛？可以闻东闻西，哎，好可爱哦！其实榨干之下这种发色也不错，雾灰雾灰雾黑灰，应该是说雾黑灰啊。给它吃一下药水，点错了，抱歉。雾黑灰，雾黑灰。啊呜！哦，抱歉，忘记把这关掉了。右键 ，C 键，好了，没什么功能，就是这样子，好吧？这个模组其实蛮鸟的。哦，原来我可以嗅到尸体啊！这个是原本狼的功能啊，就是狼新增后来的功能嘛，可以嗅到尸体这样子。啊，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只月月到底是长什么德性哈、啊。应该是这个啊，这个是龙哦 ，fire fire 月，完了，我觉得他被咬死了。我什么都没看到，他就戳起来，我还着火，可怜哦，全身着火的月月啊，连我也都着火了。好吧，这是你出现之后我所看见第一眼的尊龙，可怜哦，去吧。算了，反正你们功能应该差不多。不过这只我觉得蛮喜欢的，帅气，带回家。啊，其实我们也要跟着回家才对哈。我们，哎，干嘛把我丢下？我也要去。完了，我等一下一定卡住。你、欸、可以耶，哇、哦，死给，死给拿，过重啦，死给。哦，好帅哦。Oh my god！ 太帅了，太帅了！哎、欸，我很喜欢他这样的配色，红色配这种有点钢铁灰，赞，超美的，很美 ，so beautiful。然后我现在正在熟悉当初我们炎龙到底是要怎么飞啊？我记得是右键就可以直接对着你要的建筑物飞过去啊。然后右键按住之后会有瞄准，然后呢？不对啊，不是这样。超级大俯冲是哪一个键？不是这个啦！哇，我真的不会。哦，按左键啊，哦呦喂，要求对啦，左键啊，瞄准完左键直接给你爆冲就对了。等我一下，拿一下能量碎片啊，能量碎片在这里。
刚刚丢了没有拿出来，叫我们这只炎龙就可以发出雷射。你要雷射吗？我这边通通都可以给你哦。这边拿去，其实不用给他这么多啦，大概就这样就可以了。充填完毕，啾啾啾！哦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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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龟表示看，看，看！乌龟含恨，含恨死去。好，瞄准！呜呼！超帅！我觉得炎龙是异变里面最有特色的啊，可是死神国王也算有，但是我觉得最特别的还是炎龙，因为死神国王其实还好，他的那个功能其实还好，而且他遇到光又不行啊，炎龙你是要怎么搞都行啊，翻山越岭，重点是还能爬墙，这点我就蛮喜欢的。可是这个版本应该说这个恐惧模组的版本的炎龙啊，他的飞行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快到有点没办法掌握到这个你要飞落下的那个点。好，看攻击他，哦耶，哎，没咬到，可惜。啊，哭到一个不行，咬死你！我驾，呜呼！滑翔衣有没有？好像在套在滑翔衣上面。喂！哦，好玩，玩够了，回家。咱们还是回去呗，回去吧。哇！而且他这种飞行方式是用滑翔的方式，哦，好像是跟耐力有关系，而且飞到一半就停下来了。哦，他不能永久飞行，还是需要靠一点那个技巧，才有办法飞远一点。像他如果往下的话，你可能要稍微提高一点。你才有办法继续飞，你看一下降下来，再往上提啊，没办法了，没操作好就会这样子。好了，不玩了，我今天到这边就为止，好不好？这一只我觉得很帅，我很喜欢啊，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这一只？如果喜欢呢，记得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好不好？或者是你喜欢刚刚前面那三只飞物啊，不是那五只啊，那不用说了，越说越难过，好不好？那么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啦。好，那下一集呢？看会干嘛？不要！别，请你停下来！你去哪里了 ？Oh my gosh！ 好，算了，今天到这里结束了。我们看一下乌龟的屁股做这个结尾吧，好不好？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记得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玄幻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方舟生存计划有机会再见面了，拜拜。